说什么无奈，说什么天安排，明日应该自己来主宰。小猫咪能有多关心主人，大家都知道幼婷是只妈宝喵，不仅经常会陪我出门，甚至睡觉也是钻到我的怀里，但是最近阳了，害怕传染给他，只好把他关在门外。猫猫没事的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这就给你倒点猫粮。怎么不吃呀，又婷？我以为他不想吃就走开了，没想到妈妈，你快吃富秀大红盒。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吗？我之前过敏就吃这个，别担心，妈妈马上就好了。Oh, oh, oh.